制了这个最佳魅力奖跟我们最佳潜力奖。那我们就先从最佳密度密度高中生烦什么，我是廖美雅。影片开始之前记得帮我们订阅一下频道哦。我们今天呢来到位于林口的醒吾高中。听说啊，醒吾高中从高中到大学都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帅哥跟美女，而且还有很多的运动健将哦。没有错，我们今天在醒吾高中找校草，吴伟林、陈杰伦、毛雨辰、谢瑞辰、李丽婷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在见五位校草之前呢，我们现在进行一个人气的票选。Let's go！ 这个完全没有选，这是我。完全没有。就有一次我看到他抖音嘛，然后他就有一个露脸，然后就是遮手机，然后笑，我直接下面死掉。吴伟林，因为他打篮球的时候很厉害，然后很帅。所以他是篮球队的、啊，对，成绩也不错。他长得就很可爱，就是那种可可爱爱型。我不喜欢低音炮，所以他是低音炮。对啊，吴伟林像胡一天，就是那种坏坏男生，声音很有磁性。吴伟林就觉得他就身材很好啊，是能高。哦，你看过？没有，是说身材很高、哦、老师啦，没有没有，就是高而已。陈杰伦，经常跟我讲。秀的表演，走秀啦，他们自己设计服装，然后眼神有沙，很沙，超帅，有沙，他有参加热舞社的，跳还不错，我最希望是你，哎呦，他很脑，押韵很强，笑起来很好笑，眼睛会放电，眼睛会高冷，魂会被勾去。但是他自己会觉得他这个人好像很高冷，他其实蛮有趣的，话蛮多的，话蛮多的，干话也蛮多的，干、哦、话蛮多的 ，OK， 必须干话多，必须的嘛，所以你干话有很多嘛，非常多。我也是，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说？不要那么智障。嘿、hey! ，因为我很常经过他们班，嗯，然后就觉得他们班怎么都在笑，哦，他常在那边角色扮演，角色扮演，对，他在逗全班笑，像个开心果一样，好笑，好笑。好笑就好笑，不要破音又给人家关灯。陈杰伦，陈杰伦，陈杰伦，你呢？吴伟林，他打篮球好笑，他动作是这样，丢球。我觉得吴伟林又高又帅，眼神非常迷人，他的屁股非常的翘，他放屁非常的臭又很大声。那你们想要对伟林说什么话？我非常想当你的女朋友，我觉得你真的太帅了。谢泽，他很壮，他胸部。很爱秀肌肉，他很壮。陈杰伦，我也是陈杰伦。陈杰伦，他在做每件事情都很认真，脾气很好。他跳舞很厉害，是个开心果。他会常常讲一些笑话，笑话好笑吗？哎，不好笑。杰伦笑话要加强。我觉得他人长得非常可爱，打球就觉得他还蛮帅的。他的班上同学都感觉相处得很好。吴伟林非常的吸引我的目光，那我都是爱上他。那你爱到什么地步？爱到把他带回家。爸，谢瑞泽，你呢？我跟他睡过。啊！午觉，午觉，讲太慢了。午觉，虽然说有看过他的大鸡鸡，我说手臂，手臂，他穿那个紧身衣的时候，哦，流口水。他是我学弟啊，他蛮可爱的，看他笑容，他笑容，看他笑容。谢。啊，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，很猥亵。听完刚同学们的分享呢，想必你们一定非常想要看他们的表演吧？我们直接欢迎五位同学。Up inside like the 4th of July, whenever you're up.
现在五位男孩都齐聚一堂，我们先来让他们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醒吾高中时尚造型科陈杰伦。大家好，我是醒吾高中普通科三年级王宇辰。大家好，我是张金科二年级谢瑞哲。大家好，我是普通科一年级李逸婷。大家好，我是醒吾高中普通科二年级吴伟玲。大家都说你很会跳，说你手非常巧，然后还会是自己做衣服，什么金手奖是不是？嗯，就走秀。嗯，觉得蛮有自信，对模特蛮有兴趣的。休闲娱乐，跳舞，走秀吧。今年要走秀，我有参加过那个黎明技术学院的时尚斗院。嗯，伸展台。我被学妹拍照，拍到。嗯，有过，在放学的时候等同学的时候，然后同学告诉我才知道。哎，刚刚有同学说你投篮的样子，让我看，可不可以现场为我们示范一下投篮？好啊。哦，你有什么平常的休闲娱乐？打篮球吧，听音乐吧，下杠哎，对。哦，你喜欢听台语歌？对对对。好，那你在学校有没有遇过什么有趣的事情，或是有人跟你告白？蛮多的，大部分都拒绝，因为心有所属了。来跟你告白都是学妹还是学姐？学姐，还有同届的。为什么他们会想要跟你告白？他们是喜欢你哪里？全部啊。全部哇，很敢讲呢。那你全身上他最有自信的地方在哪里？眼睛啊，眼睫毛。特写眼睫毛。完美手势，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可以吗？兴趣，休闲娱乐，去健身房。那你是从几岁开始健身？球队的时候就会接触一些重训的姿势。那你真正开始进健身房健身是什么时候？去年而已。你练一年而已，就这样子，你练一年就可以长背长成这样子，太猛了吧？你是怎样每天练是不是？对，几乎礼拜练五天，天都练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。以后可能会比赛，你说健美比赛吗？对，健体。你平常有没有什么休闲娱乐？打球吧。所以你现在是球队？对。那你在球队是打什么样的位置？前锋吧。刚有一个同学说你笑起来很猥亵，一二三笑，哇，猥亵，没有啦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那你觉得你全身上下最有自信的地方在哪里？眼睛，双眼皮。那你在学校有没有想要交女朋友？我已经有了。哦、你已经有了同一个国中，都是篮球队，同一个高中。伟霆哥，你有什么休闲娱乐？平常就球队打球啊，剩下的时间我喜欢拍抖音啊。你同学说你笑起来很可爱，那我笑起来很有自信，最帅了。全身上下最有自信的地方在哪里？应该是我嘴巴，就笑起来最好看的。有同学说你，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眼睛会电人哎、欸、，Action。怎么是猥亵？对、欸，猥亵吗？猥亵吗？没有，那你没有学妹追你？国中的时候跑来我们班外面一直看我，疯狂传讯息，困扰，很困扰，太困扰，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太困扰。这是刚刚同学的爆料，他们说你放屁非常的臭，不是臭，是比较大声。不然你放一个，我们现在来闻一下。不行啊，现在没感觉。这个放屁很大声，会不会是因为你的屁股很翘，翘臀？阿奇腰压，然后那个屁股翘，什么时候开始拍抖音？一个月前。那你现在粉丝人数是7000多，都搞怪搞笑了。紧张的时刻到了，现在我手上呢是刚刚同学一票一票投出来的。如果你们手中各有一票，你们会把这票投给谁？爸爸。谁？很优质，全身上下。李逸婷，就他有魅力，他笑的时候，接着跳舞很帅。李逸婷吗？他人很好。我投给瑞哲吧，肌肉很迷人哦。那我们这次呢？新增的这个最佳魅力奖跟我们最佳潜力奖，那我们就先从最佳潜力奖开始好了。噔，李逸婷最佳潜力奖，噔噔。我觉得蛮瞎，毕竟我才高一而已。没有关系，慢慢来，这些都是你的学长，都可以好好的向他们学习。OK， 那你们什么话想要对投里的粉丝们说？谢谢这两位啊，高一就认识我。直接来揭晓这个最佳魅力奖哦！噔噔噔噔噔噔，谢瑞哲，还不错。大家对你的大鸡鸡就是非常的，我是说那个肌肉的部分，就是很喜欢你的肌肉。明年我会更壮。OK， 我们揭晓第三名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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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王宇辰。谢谢那么多人投给我。第三名，所以那你们讲个笑话，有人说你笑话很好笑。一颗栗子从楼上掉下来会变什么？糖炒栗子。不是，断了。吸引你的栗子。我知道他的同班同学的感受了，真的是对不起，我不应该 cue 这段了。来揭晓第一名跟第二名，一起撕哦。一二三，恭喜我们的吴伟霆，我们的醒吾高中校长，恭喜你，掌声。
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投我，谢谢。我刚刚坐在那边看啊，你前面不是那个咚咚咚吗？哎、欸，有在帅啊、哦，有在帅啊、哦。模特不只要会走秀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跳舞很多才多艺，这也是一个加分，对不对？那希望你可以朝着你的梦想迈进。谢谢大家投给我，我这么没形象还会投票给我，真的谢谢，以后要继续支持我。谢谢今天五位帅哥们，如果你们学校还有更多帅哥美女、校草、校花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给我们哦，也可以跟我们说说你喜欢五位的哪一位哦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，YouTube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